打新王就是海狼，打新王，今天的老师傅都是很差吧？你口人家待的这个斗笠啊，都传好几代了，快点的吧，他嫂子，一忒多了，连个呀不如卖去，快点的吧。 演的呀，演的，遇到急眼了，对，跟舔了一些猪草牛，高哥都在人往里舌头中啊，完了，咱这老师好啊，漂亮，这头一碗打一下心呢，哎呀，打呀往下打，我不打，漂亮，这头一碗啊，看傻傻的啊，傻傻的。 喂，好啊，塔那网肯定多，咱就这小子肥鲑头，他跑场子去了。可是你们拉开大二来，有货啊，有货，有货啊，来活了啊，越往上越多啊，这偷一网啊，活，哎，有一条，也一条，有两条，一条了，你把网啃了吧，一条了，腿少，凑一下，凑一条腿少，七八条了，越往上越多啊。 撒的这个撒法吧，是这个传统网的一把网啊，有很多朋友对这种撒法吧比较感兴趣啊，然后我就给大家再来理一遍网啊，再来撒一网看看啊，这个网怎么弄啊？前面吧跟这么理这么会碰网一样啊，把这个横线全部放好，然后来啊对折抓网，大概齐肩高啊，然后把这个网拉开啊，这个底下链条不能缠在一起，一定要把它弄开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网啊抓网啊，网不要拧着了啊，不要。 让它顺着啊，然后呢，这边啊开个兜门啊，提到两根拉线的中间啊，对吧？提两根拉线中间，把网都啊提起来，抓到这个链条上面啊，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呢，再把这个网一拉开啊，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链条夹住啊，然后呢，这边来剪网啊，边抓网一边抓拉线啊，然后呢稍微剪点斜面啊，因为这个网吧是3米6的网啊，稍微剪点斜面，来。 这样剪好了是不是？然后再弯腰啊，再来挑两根拉线啊，调一，一到两根都行啊，调起来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把盘子露出来啊。然后手上的这个网一把一定要摊平啊，手上的网一定要摊平，摊平摊开啊。然后我们来撒一网啊，看好了。我这个撒法吧是那种一把后水穗的，一把后水穗的撒法啊，看好了，来一推啊，一大啊，拉三。这网用力还稍微大了一点点啊，网的话已经打开了，是不是？这种打法吧可以打远一点啊。